身体有不好，打得这么好哦。嗯。我的心哦，痛到你流血了，打身体有不够好。规个计划失败，我心内嘛无好过。我出钱出力，我的损失比你较大。我再讲啦，也毋是我报警啊，你把所有的罪拢怪我头壳顶，佮结一个面手互我看。我真正是哦，做到老官，叫嫌我老烂。歹势哦，我真正是笑袂出来。我你甲我讲，即马要安怎对付张美春？甲我老代志，哼，咱差一点嘛，都变做社会新闻的主角了，真无简单哦，才闪过尔。幸好哦，还未哦抓到主谋，都无算破案。啊，你即马搁去找老家的麻烦，毋是咧找死？只要咱计划周全，就袂去互警察抓到啊。你，贵啊，你一个过去甲我讲气话。啊！是你拍算要继续去找老家的麻烦？食米粉就爱叹烧啦！你了准我咧甲你讲算账。贵爷，你是巧巧人，你嘛知影食紧会弄破碗。我即马是鸡巴到火啦，啥物理由我拢听袂落去啊！我只要张美春死啊，就歹看，爱老家向我一个公道。君主报仇，杀你未晚。我不是君主，我是一个满腹委屈的查某人。我真是愈想愈不甘愿啦！咱拼性命咧算的，还袂输哦！咱陪恁后生咧拍七大人，结果钱也无退着，世间咧人无先人，鬼无先鬼啦！最后搁害伊做英雄。即马伊是老家的大温泉人，走路应该是有风啊啦。好家才有意义，我才会知影警方以后掌握咱的行动。那无，咱即马伫龙眼内食免钱饭啊！啊，照你安尼讲，啊，唔知感谢你的后生。对啦，俊贤哦，是你唯一的后生，你听是应该。啊，不过伊连续破坏咱两家计划呢，你即马伫我面头前摆布，你敢有考虑到我的心情啊？这件代志应该怪刘一宏甲张美顺，是因报警的，才甲代志弄甲这么复杂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唔才爱因好看，尤其是张美顺。你若唔惊身败名裂，你即摆找因输赢啊，我绝对袂甲你动啊。桂英，我承认我有私心。阮主席即摆甲刘慧君在交恶，假使讲会当得到老家的认同。咱真简单，就会当把勇气全头摕到手。张美春同款一无所有，结果毋是同款，安尼做毋是真好。你莫扣你后生袂起哦，都阿弥陀佛啦，甲你斗三工，你莫戆啊啦。哼，这你免烦恼啦，俊贤是我生的，伊头壳咧想啥，我足清楚的。只要你哦莫遮尔冲动，我会想办法，互阮俊贤乖乖听我的话。继续替咱甲老家讹钱，你莫讲一大堆理由来给我听啦。报仇对我来讲是真简单，我只要爱张美春死，我才会用快活，而且是愈紧愈好啦。我嘛已经甲你讲出过一遍，你若是会惊，不要紧，我无需要任何人甲我斗三工，我就要让张美春跪在我面头前甲我求饶。我警告你。你莫后悔来哦！凭什么？凭我在你上路陪你，都给你收留。凭我想要跟你做伙，打拼咱的将来。啊！不过我真正等袂落去啊！你无法度体会我的痛苦跟委屈。桂英，我袂害你。咱两个人坐同只船，咱的意见袂合。对咱两个拢无好处。我知影，即摆咱大家心情拢真歹，搁讲落嘛未有结果。你去老家赶出来，到老家有扣架，警方哦可能在监视你啊，所以你也是乖乖哦踮咧厝，
莫死计拍拍走，我顾大姐，我来去问伊啦。你若准你安尼讲，我就会惊。我阁甲你讲一遍，哪家的代志，爱想好清楚，你听有无？我问你，你听有无？好啦，好啦。 太君一定是跟那个小查某斗阵，老易红单出来破的，你也想要抢，嘴巴阁真好安怎？罗国英到底是用什么手段甲你食死死啊？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敢抢我的查某人，你都该死。那个小查某讲无三句话，就安尼卡来手来，万一若阁走去甲太君打。 吃亏了绝对是我，到底是要安怎，才会当将泰拳为迄个查某手上抢回来？喂，嗯，我现在伫咧路诶，还没要开会是无？好，我先过。 好，我知道的，谢谢。莫来这套啦，阮今日是来收钱的。对啦，啊顶届哦是你运气真好，去拄着阮大小姐啊，啊不过毋是每工咧过年的，所以今日你可能无遮好运啊，知无？顶届讲过你按一礼拜啊，即马阮就照约所来讨笑啊，迄是你家己亲嘴讲的哦。我毋对啦，是我亲嘴答应的。 啊，你亲嘴答应真好啊！啊，钱就哪来？安尼麻烦恁两位哦，赶快新头家收啦。啊，新头家？啊，恁遮紧就有新头家啊？袂歹啊，好啊，叫伊出来啊。头家就是我。大小姐。大小姐。无啦，那有可能是你啦？你有可能是即间的新头家啦。哎呦，你莫甲阮讲算笑好无？ 我上次要跟恁讲算笑，啊，顶届讲阮爸变花的时阵，我都有甲伊讲啊，我要投资一间餐厅啊。你讲的就是这间哦。嗯。啊，恁顶届无听到，阮爸嘛赞成，敢毋是？哎呦，啊，迄是因为你无甲当的讲，你要投资的就是这间餐厅啊。啊，投资间较重要。啊，重要的是哦，阮爸相信我是好评赛，只要我挂保证，感觉好食的餐厅一定会趁钱，安尼就有够啊。无毋对啊。 而且你的大小姐真厉害，有整到恁当厝长啊！自从伊投资入来了，生意变较少好诶。可是讲无啥物意外，阿哥会开始点分红你啊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哪有遮好讲诶代志？大小姐，你无甲阮骗哦。我骗你是要创啊？恁着爱对我好好啊学，迄讨笑袂当用暴力，爱用头脑。你看。 我投资这间餐厅，唔免出甲一角银的，啊！甲头家哦，欠外债，当作是另一个资金吗？还佫有，头家若趁钱哦，伊逐个月就佫爱分红还我呢。哟哟哟，啊！若照大小姐你安尼讲起来，伊若是开愈久，你就趁愈济。嘿，安尼敢若听起来袂歹呢哦。真巧，真巧。嘿，安尼听起来吼，这个方法确实真厉害呢。嗯，知影你要认真学啦，唔免恁讲。 我嘛会认真学啦。嘿，我讲古神呀，啊你也毋是阮党的，你凭啥物命令阮做代志啊？我毋是命令，我是好心给你建议。唔免啦。哎，啊你是安怎？大概看到阮咯，还口气拢遐尼歹啊？啊对，伊是党的元首人啊。
当个冤仇人就是阮个冤仇人啊。嘿，啊，若无对伊较歹吼，对不起阮当个啊啦。哎呦，哦，咕噜咕噜呢，有人个巴肚，敢那得叫啊呢？美食当前，啊，若无食哦，是不是感觉对不起家己个巴肚？好啦好啦，还是大小姐你较了解我，知影我巴肚咧枵啊。莫讲我这个股东对恁无好啊，回购我请恁，搁加一盘哦，人客一定爱点的手工丸子。哟，大小姐，啊，我马上准备准备啦哈。紧啦紧啦。哎呦呦呦呦！哇，吼！哦，这个汤是足赞的，足甘甜的，是足好食的呢。嗯，啊，尤其是这种手工的丸啊，吃起来，甜甜甜，啊，口感有够好诶，哪会这么好吃啦？安怎啊？林大小姐的眼光袂歹哈？嗯，啥物咧袂歹尔，是好价的特质。我会当甲恁教，一定爱哦，广结善缘。啊，对人较好诶，得结善缘，唔免甲人讨钱，人自然哦，得甲钱送来伫你诶面头前，安尼对啊？有有有有。嗯，真好食。三一百。妈，阿妹有代志要找你参详啊。什么代志啊？是要开会啊？呢，那不是上重要哦。会开完再讲好不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哈。这个代志真重要啦，你好阿明先报告啊，好不？刚刚剩五分钟，好啦，经过。经过啊。妈，这是我伫会计室整理档案的时阵，发现这几年的采购会计资料，敢若有淡薄怪怪。什么所在怪怪？你看，这2012年到2013年的采购项目，跟2008、2009差不多，但是这两段时间的采购单价，比过去迄两档低真多呢。这采购单上面的介绍，那会差遮济啊？这小肉是几多年前的，我嘛无确定，迄资料敢有正确。阿母阿姊讲，这件代志真严重，叫我一定要提出来跟你讨论。是阿妈，这件代志一定要查好清楚。阿明，等下你跟阮斗阵开会，你要当面跟董事长报告这件代志。伊若答应你，你就继续调查。阿母哥顶一遍，把我董事长带失望，伊敢搁会信任我？那你要将功赎罪啊，要做好一看啊。阿妈，卡住当时就嘛知影这件代志，然后呢，阿明若是当伊的面，把这件代志讲出来，我惊当时就会找伊麻烦的。安尼讲嘛是有可能啦。啊，不过我无认为当时就知影这件代志呢，是当时就家己爱我去整理资料的，伊若是真正有动下手，应该袂叫我去安尼做。所以这件代志。泰森真正唔知影，而且董事长若是知影这采购单价差这么多，这几年公司开这么多冤枉钱去买原料，一定真受气。阿明，等下你咧报告这件代志时阵，我会观察泰森的反应，你放心啦，有妈在，我不会来伤害你。不要紧，阿妈。我本来想讲，董事长唔知要派什么工课我做，才叫我去整理资料的，煞唔知竟然发现这么大的问题。伊小弟讲话的时阵，还是较细腻的。啊，不过数字就要骗人啊！无干那想要把家己的工课做好，伊若是另外安尼伫上海公司要我离开，我嘛是会接受啦。我袂让这件代志发生。等下我跟林阿姊先来开会，你去准备一寡资料，我叫林阿去通知你，看你什么时阵入来。阿姆哥妈，
主要不是拢准备好啊，是搁后面准备啥？伊爱准备一挂国际原物料的价格，啊，搁迄当阵咱的采购价格，爱做一个比较，甲做一个表格，然后公司人一看来知影讲这数字是问题。啊？好啦，我知影，我随时处理。这件代志，咱苏顿下调查，这几年是谁来采购的，就当知影凶手是谁啊？啊，你叫阿斌从大家面头前把这件代志讲出来，我惊也变成大家攻击目标的。我都暂时讲过啊，我袂让任何人还是泰山来为难阿斌，而且这件代志，泰山一定爱知影，公司早都有海棠在吃公司的本，伊是上爱负责这边的人。看你乖乖。头拄啊，每一个部门的经理拢有发表。我是讲，我感觉吼，最近咱公司的业绩哦，一直拢无度冲起来，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啊，啊继续打拼，继续来加油，安怎？对了，李特助啊，那个小秋哦，伊成善请假，伊甲代理的职务了。以后这个真美大卖场对于你来接手。好。真美大卖场，阿头家李三龙最近不是去关起来？嗯，我唔对啦，跨水确实是去关起来，也唔过生意是袂紧的。啊，对了，李特助，无论哪哪讲，负责人出代志以后，事事行行拢要真细腻、真注意，知无？是，我知影。哇，大家还有啥问题？啊，如果咱无啥问题，今日会议就到这为止，啊。董事长，会议结束之前，我是不是会当耽误你一寡时间？请问你是不是有请财务部的李鸿明去整理一挂会计资料？有啊，啊是安怎？伊咧整理一挂过去的采购资料的时阵，有发现一个真大的问题。我想要请伊今日礼拜向你报告一下。嗯，请伊礼拜。董事长，阿兵啊，你是伫资料内底发生啥代志啊？董事长，这是这十几年来国际原物料的价格，还有咱公司采购进货的比较表。这行，还有这行，这几年来咱公司的采购金额比过去加真多，但是数量并无啥物变化。虽然迄原物料有淡薄起价，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差这么多。这真明显，有人暗中动脚手，为咱公司乌钱。代志发生这几年，我拢无地理在头，所以请董事长，你应该好好啊来调查这件代志，把公司的海棠调出来。你讲得无唔对，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予阿明发现。阿明，你确实做了袂歹。感谢董事长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是讲阿明，歹势啊，我安尼讲毋是怀疑你，遐个数字，你敢真正无看唔对？你要早顿去搁盯算者无？我是惊讲发生像顶一摆签约。同款的问题啊！这资料我已经看过啊，这届我会当替阿明担保，我相信这几年的采购一定有问题。
如果那是安尼，都让阿明继续去调查。当处长，我反对。反对？为怎样？徛在公司的立场，发生这么大代志，当然要调查。要不过进行这大规模的查销，我惊有心人会大作文章，甚至讲闹上新闻，安尼影响到咱公司的国企呢。我唔对啦，像几年前，咱公司的人员调度有较大，啊，卡顺也调查出来政绩有问题，安尼嘛找不出该负责的人员啦。你无法度，并无代表阿明伊无法度，因为这是伊的专业，伊一定会把代志调查清清楚楚。万一调查出来，这采购那是有问题，不管这人是不是还搁伫个公司，我相信我嘛会照法律的程序来行。嗯，既然有代志。咱都要想办法来解决。阿伯啊，我都当然啦，我会请公司每一个部门来配合你，好好来调查这个代志。嗯，若是当初你有当受请的话，我会当报警，可以还原所有事情的经过。安尼就好。亲像这款啊，饲鸟去搞布袋的人，在公司内底，我绝对不可能帮你刷。嗯？好啊，今天会议就到这，结束。嗯，小邓，你甲沈经理来我的办公厅走一转。这代志是不是恁做的？头拄阿明讲那段时间是恁两个人负责的，因为伫公司的面头前，为了要顾恁两个人的面子，我要直接讲出来。今麦恁两个人坐伫我的面头前，爱坦白甲我讲。有甲公司乌钱无？嗯？哎呀，我为着公司尽心尽力拍拼这么多年，你竟然怀疑我？别人怀疑我，我无话通讲。你是我的阿兄，是我上信任的人。你的指控，真正让我足切心的。蔡全，你这世人为着公司安尼拼死拼活，竟然为着你方面一句话讲有问题，恁阿兄都无顾着你的面子，伊都在怀疑你。我真严知影，你伫恁阿兄心肝内到底是算什么？什么？是你讲啥？那照你安尼讲，不是阿全，啊，就是你哦。那可能是我，那不是你。喏，你得怨恨我，扣分在心，所以利用你公司这个机会，都甲公司乌钱。我有讲了唔对无？唔对，请你莫冤枉我。我弄起你，那不是你嘛，不是伊。那照你安尼讲起来，就是阿明伊错了，唔对伊，啊？
你要怀疑嘛，爱有证据啊！证据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沈经理来公司这么多年啊，你做啥款代志，你心肝内是知知啦。嗯？阿兄，虽然哦，这几年公司的采购是阮的部门负责的，要么嘛可能是下骹手人动骹手，阮并不知影。什么下骹手？下骹手？就算讲是下骹手人做的，你都免负责啊！价销遐尼悬，都看袂出来。我叫你来公司要做啥？你根本就无路用嘛！阿祖啊，咱两个是亲兄弟啊！起码在这个房间内底，有啥代志啊，都讲我清楚，较有解决啊。如果那时间，等阿明那找出证据，到迄个时阵，我都要公事公办哦，看要安怎就安怎。时间，大家拢麻烦哦，啊？哎呀！让阿明调查清楚也好，我等伊，向阮两个人一个清白。董事长，事实也证明和阮两个无关系。我希望你会当给阮两个一个实的。上好是你讲安尼啊。喏，我捌讲过，脚手无清气的人，我绝对无可能原谅伊。嘛，绝对该赶出去！哎呀，不管安怎，我希望这个代志哦，莫去影响到咱兄弟的感情。咱做伙在丽水头啊，打拼这么多年啊，假使我若真正欠钱，我甲你讲一声就好啊。我若需要用这种方法去讹钱，阿祖，我都是顾虑到咱两个人兄弟的感情。人伫遐讲，拍虎掠贼，嘛是亲兄弟啊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们才把采工这么重要的代志交予你去处理。想袂到，你竟然甲母一空安尼乌人人啊！阿祖，我真正希望。你还顾虑到你家己的前途，知无？啊？好啦，你出去啦。即嘛是要安怎才好啦？怪袂真正去予李方敏查出来。真有可能诶！伊阁讲甲安尼啊轻松，假使真正若去予李先生知影，只是咱提，我阿你讲，伊真正会将咱赶离开李水塘诶。哼！可以当作看是要甲你赶走，还是甲我赶走？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卖这么紧张好不好？无咱这嘛是要坐一家等伊来查。我唔对，啥物代志拢卖做，较袂叫人怀疑。敢讲你拢袂烦恼？烦恼对代志更有帮助。你若要烦恼，做你烦恼。要唔我请你把你的嘴读起来。敢讲你真正要让李方敏继续查落去啊？好啊啦。
卖阁讲啊啦。对啦，你卖常常走我的办公室，较袂叫我怀疑。有代志啊，你通走啊。我有代志要问你。有什么代志一定要这么问？你是嫌我的代志哦，不够多哦。我要问你，你这马跟罗桂英到底是安怎？你是安怎一直在这跳针哈？我都跟你讲过啊，我介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啥那普通朋友？你一干干唔拢去伊遐？你是二十四点钟监视我，无你哪知影？我逐工拢跟伊做伙。我今仔日是亲目睭看到你去伊遐的呢。你真要监视我？是因为最近你对我真冷淡，所以我唔再怀疑。想袂到你今仔日竟然真正为伊遐出来。假使讲我讲我去提批，我拢无甲伊见着面，你敢要相信？你若唔信，你家打电话去问啊。想知恁是咪串通好？我到底安怎做，你才相信我？那恁即马就打电话啊，你甲伊讲啊，我才是你真正的女朋友，伊唔是。你是在起笑哟？你惊全世界唔知影咱两个的关系？假使讲哦，你安尼一直安尼怀疑东怀疑西，归去啦，咱两人切切啦。安怎？你即摆是见笑当生气啊？我无想要和你安尼怀疑东怀疑西。我看哦，咱各人行各人的，你哦，搁去找一个查甫的。安尼我就免忍受你的无理取闹。是啊，你常常拢要用分手搞威胁啊。因为我无想要过安尼无品质的生活。你一直怀疑我，你无得信任我，我搁爱跟你斗阵，有够需要安尼为难我家己。阿哥，假使你若想哦，要继续在我的身躯边，你就莫安尼一直怀疑东怀疑西。乖乖听我的话，好好跟我合作。好啦好啦，我袂甲你乱，后摆我拢乖乖听你的话。讲话到台做会到，你顶摆嘛讲过啊，你即摆不是赶快走来遮塞信的？哟。哎，全当后真正后袂用个无理啦，啊，都许偌贵用，一直甲你念条条啊，所以吼，我唔再紧张。啊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嘛解释清楚啊，我无想要阁讲第二遍。啊，你紧出去，我要办公啊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假使若真正叫刘明查出来，当初是我含太前做迄乌公司的钱，啊，毋过太前替泰山的亲小弟，我都无共啊。泰山阁有立得住，因一定无可能遐尼简单就放过我。到时阵我若掠去关，泰前甲迄个查某。因两个都会当光明正大斗阵啊！我即卖已经无人会当靠啊！
到时阵若真正出代志，啥物人会当来保护我？当初我将我的囡仔送去育幼院，我毋知影即马人伫啥物所在。当初我骗泰山讲囡仔已经死了，阿婆，我即马若将囡仔找回来，不得甲泰山看到囡仔分享，原谅我。我若会当靠这个囡仔，替我家己争取一点仔好处，我就有翻身的机会啊！后摆就免阁靠迄个李泰全。天真的话，建议袂着有活动，停车位较无够。老先生有交代，请你伫遐较细腻。等我下班，我再跟你讲。好，没问题。慧君呢？系啊，伊是不是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还赶紧打电话给伊。你要看到我啥？慧君，你有安怎无？你那熊早早走无去啦。我阁叫是讲，你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差点嘛，互我惊死！你是安怎要跟踪我？我唔是跟踪你啦，我是暗中哦保护你安全。敢会想过偷偷摸摸？我拄只只把你惊死，我阁了准是啥物变态狂在跟踪我？我觉得是的啦，原本哦，我嘛是想讲爱公平正大滴，你辛苦去保护你。要不过，之前你有讲过，起码无想要接受感情的代志，我无想要予你压力，才会 ，sorry 啊，你拄只敢有去予我吓惊着？是我爱甲你 say sorry 才对。原来你伫遐尼啊为我设想，是我唔好啊，家己心内迄关过袂去，所以才会予你，不管做啥物代志，拢无法度放手去做。你咪安尼讲啦。我知影哦，这拢是我家己一厢情愿。我无想要凭你做任何的决定，也毋过我袂阁予你受到任何的危险，所以我毋只伫你背后偷偷保护你。你真正足体贴的，蛮足用心的。也是因为我无想要予你压力。慧君，我毋敢毋忙，会当接受我的感情。不过顶届的代志，真正让我足烦恼的，所以我拜托你，敢会当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护你，莫阁拒绝我，好无？那是我唔答应的，你是不是在餐桌都食安尼，偷偷摸摸跟踪我？好啦，我答应你。真是啊！安尼真好，多谢你，感谢。你真足趣味的，你要做人的保镖，该拜托对方答应。那是因为我真正就要见你的感觉，安尼以后我就会当光明正大保护你，袂讲安尼偷偷摸摸甲你对咧，都叫你误会我是变态跟踪。我拄则真正要报警抓你啊！安尼嘛真好啊，安尼你就会当来救我。
之前哦，拢是我英雄救美，今晚瓦力美女救英雄。好，你家己讲你家己是英雄，你真正足水面诶。家己我较袂少错了。看到你安尼哦，心情真好，袂受到顶家诶代志影响，我就放心啊。无大啊，就算拄着搁较可怕诶代志。生活的情况还是爱过，我的班还是爱上，应该做的代志还是爱做啊。对，安尼哦，我嘛去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今日是下班，我就直接等你。唔免啦，我有手机啊。啊，你拄只唔是讲，袂当够偷偷摸摸，我们家直接甲你讲。就算讲哦，最后你决定要有手机甲你载，我嘛是同款会对你登记。李俊贤，你今天就够钱嘞！我是择善固执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啊，不过今日袂定有活动，我可能会加班。若是时间上晚，你就莫等我哈。好啦，我知影，我家己看状况。今日上班啦，差不多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我的脚尖，这是什么点？奶奶，我哥哥带你出场，吃好料哈。来来来，先给哥哥金姐一斤糕几步啊？回小厨，奶奶回小厨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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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小姐，哎呀，哎呦，还阁会记我是大小姐？哎，当然啦。今麦是啥物情形啊？哈，有厝唔通去困，偏偏要困伫咧遮，是把公司当作啥物所在啊？哎呀，唔是啦，大小姐。哎，好，先去割嘴，啊，要臭死，规身骨臭酒味。好啦，好啦，来。听讲，听讲。大小姐啊，无讲你都唔知哦。昨暗嘛，阮去个迄个一代宴后啊，甲陆家伦咧斗三工，天光才转来，我要忝死哦。啊，就想讲在办公室小睇一下啊，安尼上班唔才袂迟到。是啊，大小姐，啊就是安尼啦。咁真正是安尼，皮恁规身躯会走手臂就知影。昨一定是去酒店哦，找妹妹欢喜的对无？讲啥物甲洛卡伦斗三工，还要骗我？迄故事嘛要编较好诶，莫遐尼简单就我俩包啦。无喏，大小姐，阮哪有骗你啦？啊，酒店的生意真歹做，啊，而且当下阁无伫诶，即卖有一挂人哦，超过伊要来乱诶啦。啊，搁再讲哦，阮煞毋免。加减斗三工应酬一下，啊酒嘛是爱啉，煞毋免。啊，这种哦，闪袂离的啦。是啦，大小姐，啊是你唔知影酒店的文化，啊唔且会唔知影阮的辛苦，阮真正是食苦当作食补呢。诺啦诺啦，真正是安尼呢。人咧讲啊，酒啉一杯是享受，啊啉一罐哦，迄就叫做自作自受啊啦，偌痛苦呢。哦，啊所以恁即卖意思是讲？你去酒店找妹妹欢喜，啊，我就爱甲恁说多声，啊，讲一声，吼，辛苦啊，安尼对无？无啦，好酒，迄对面小铺摕过来。哦。唔是迄本啦。好，好，对啦，有啦，有啦。你看迄对面小铺。哎，有啥哦？咱就给阿福的脚尖五十万，啊，是安怎后来还阁卖掉啊？啊钱嘞，我哪会无看到五十万你来？大小姐，
啊，这你就问到重点嘛啦。啊，你进前不是将餐厅欠咱的小当作是投资？啊，这阮就是学你啊。有啦有啦，啊，阮就感觉你这idea哦，真赞，所以阮就甲你学甲招招招，啊，将借回的50万哦做投资。安尼哦，我想吼，唔免偌久啊。 就会替咱公司啊赚两倍三倍，甚至5倍转来哦。对啊，阿福的脚尖，迄敢毋是咧卖水饺？有法度赚遐侪钱哦？哎呦，大小姐，啊，谁甲你讲阿福的脚尖是咧卖水饺的？啊，迄顶面就写迄水饺的饺啊，阿福的脚尖，啊，毋是咧卖水饺，是咧卖啥？无喏，大小姐，啊，你嘛知影伊，啊，无读册。 啊，胶场伊袂晓写，伊就写做胶卷。啊，胶卷的意思就是胶经，国语叫做赌场。啊，阿华开的是胶经啦，你家己看。什么啊？你家己做胶经，啊，佮家己的钱当做投资哦。嗯，是啊，大小姐，啊，胶经有遮侪款的，大车兵有小输赢的，进前毛一寡较细场的胶经，嘛拢会来找咱的借钱周转，这也无什么啊。 什么都无写，哈！这已经是违法了呢。事后警察来去查阿辉交警，差点咱公司冇投资，迄毋但是拢了去哦，恁阁会加一条聚众赌博罪。事后我著看恁两个是倒一个要有人来管。大小姐，你伤紧张啊啦，哪有这严重？啊，阮敢若是投资尔。这是违法的投资哦，哈！啊，你头壳到底是伫底啥？ 啊，无彩哦，恁对连阮爸身躯边遐尔侪年，好诶毋哦，拢学着歹啊！恁若阁继续安尼学白母，我是要安怎好管理阮爸诶公司啊？啊，有大小姐你讲安尼，啊你嘛知影，伫咧当诶身躯边敢若有歹诶无好诶啊！啊，唯一有好诶就是敢若当会去正听你即个查某囝，啊，毋过阮若无查某囝啊，要安怎学？废话莫讲，万一即个时阵哦，警察若真正去找阿辉交警。 迄料客50万，我着为恁耐心做啊，来得哭啦！慢慢，行，今仔即马紧来去到阿婆。老妹，我话讲有问煞，我问恁啊，恁拄则讲酒店的生意无好做，有人来捞代志，这什么情形啊？嗯啊，啊煞毋知，就有一寡酒客知影当会叫人扣入去啊，啊着趁机会来找麻烦啊，啊路卡阮一个人舞袂过来，问阮会当过去斗相共袂啊？ 嗯，阿兄的奥客吼，看档的无伫咧，就想要占便宜啦，毋是酒上歪啦，就是对店内妹妹卡来手来乌白平手，吼、哦，真正是软头青棍的。哇、哦，竟然有这款代志。阿勇好酒，银行哦，对我来酒店，我要看卖到底是啥个了代志。啊，你要去酒店看卖哦？卖啦，大小姐，啊，你一个查某囡仔。 你去酒店是要安怎处理啦？无法度啦。相公，我无法度。阮爸即摆甲公司交互我管理，就是相信我迄个能力。即摆有人来酒店闹代志，我当然嘛出面。哎呀，大小姐啊，遐奥客吼，真正毋是好厉害呢。啊，万一因若是要爱你陪饮酒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安尼就甲因拼啊！啊，敢讲你就替我饮酒哦？No， impossible。 我袂当顾你妈啦，大小姐啊，我搁啉落去哦，规身躯拢软软软啊，敢若肝是硬的啦。啊，我嘛共款啊，啊，规身躯拢嘛硬的，敢若剩脚是软的哦。大小姐，我嘛袂用个搁你妈啦。嗯，知影的啦，恁两言交代啊，我嘛免出面啊。哎呦，大小姐你讲安尼，我有讲毋对？啊，恁两个哦，就是欺善怕恶，去共人讨钱哦，就歹亲情。 那拄着拗客，就救起来。啊，搁徛伫迄遮创啥？紧去讨钱啊！叫侬，叫侬，行啦，行啦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！哎呦，哎，哎，看喙大，恁哪有遐尼侪代志来处理？ 袂用的，我一定要坚强。不管有偌困难，我拢爱替爸把伊的事业顾好，因为我是看嘴查某囝。
知哦，你有甲阿豪一笔钱讨转来，啊，若无薪水哦，就互阮扣缴，因过年拢无钱。哎，露露，娜娜，来来来，啊，恁看到大小姐，啊，唔紧拍一个招呼。大小姐。阿勇，好笑，好笑。嗯。啊，恁查甫人哦，是不是拢介意迄种走路摇来摇去啊？啊，讲话哦，佫真敖生呢，会甲人赛跑背迄种查甫囡仔。你煞着讲，啊，亲像即种个，就是阮心目中的女神天才。吼吼吼！恁店个小姐啊，服务态度真正有够歹，就是咧讲你啦。出去啊！那你拍摄？恁爸今日啉啊真袂爽，要叫我立笑，食较歹啦！走走走走走！迄桌人客，恁敢有熟识？大小姐，迄个就是赌档的，伊就像阮讲的傲客之一。伊进前吼，已经欠咱足侪酒笑啊，啊，即马搁伫遐咧起酒笑。啊，这种代志是要安怎处理啊？哎，大小姐，假使哦，你会当哦，伫咧正头的面头前，把赌档的酒笑拢收转来，我想哦，以后迄几个傲客拢加计笑。大小姐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加油，干嘛的呢？大小姐，我嘛是啦，加油啊！真正唔知阮爸请你来是要创啊？人多当的啦，好多当的你好，我就讲嘛，啊，这个看嘴啊，咧看小姐啊，敢讲一定有问题啊。小姐一个啊，比一个较酷伊啊，店名啊，佮叫啥物啊？一代艳后，真正是欺骗社会的，啊，不怪用你来关啊。多当的，我尊重啊，你是阮的人客。请你讲话较客气的。客气？是要客气啥？大当的，这位是阮的大小姐，请你讲话较尊重的。大小姐，原来你就是挂嘴的查某囝，可怜哦。啊，挂嘴的放你这个查某囝，踮这咧换酒店，啊，你这么冷静，讲话阁这细声，啊，你敢有法度换这间酒店？我看无安尼啦，啊，即阵啊，就由我来代替恁爸爸来好好照顾你，顺便啊，帮你换一间酒店。虽然啊，你唔是我喜欢迄款型的，不过看恁爸爸面子上，我较忍耐。讲话就讲话，别开出来。大胆的，你莫安尼啦，莫收超过你差不多就好啊，你。你要想安那？啊！恁大挂嘴的入去关，啊！恁这两个细汉的，敢甲我大细声呀？大当的啊！啊，虽然阮当的暂时去深州，啊，不过伊真紧就会回来啊！啊，你敢袂惊？到时阵伊找人去甲你修理哦。你咧甲我威胁不？你真正惊唔知咯呢？我即马就予你入去陪恁当的。阿明，报警！你即摆是咧创啥啦？阿哪，要出名呀？阮这边的人是无咧惊你呢嘞。阿勇，好手，我来处理就好。哎呦，大小姐，站我后边。哦。歹势，大胆，我确实。还阁有真侪所在唔明，若是有得罪您，请您多多包涵。要唔过这是阮爸的酒店，我做查某囝的，有迄个责任替伊管理。赌档的伫社会上是有头有面、有地位的人，我相信你嘛无希望阮家代志闹大，敢袂当看在阮爸的份上。把之前的酒销清清的，安尼后盖多当来阮店的消费，
我一点真怀疑啊，买另外招待你。搁真好讲嘛，是讲啊，我若坚持无要拿酒钱，啊，你是会当对我安那？安尼我嘛无法度，我只好点出我的绝招。绝招？何秋。啊。提酒过来。大少，你提酒要创啥啦？叫你提就提。好啦好啦。小姐，头当，咱来拼酒。若是我赢，你着甲进前的酒消清清的，莫让我为难。若是我输，今仔日我着是莫甲你讨笑。袂歹嘛，你这个查某囡仔，搁想会出来这个拼酒一步。哎呀，啊，大小姐。你到底是会晓啉还是袂晓啉嘛？哪会袂晓啉？之前我甲文龙、静安拢会当啉五罐、八罐。八罐？但是真个假？拼来就知影。歹势哦，小弟我姓杜，酒店界人称济公道，我是千杯不醉。莫讲废话，阿勇，提杯仔来。哦，提什么杯啊？菜干的啦。哎，何秋哎，啊，你看大小姐安尼啉，敢有要紧？放心啦，啊，大小姐讲到安尼，足有把握的，啊，而且气势十足。出主人呢？啊，你无听伊咧讲，伊甲柯文良一暝啉八罐呢，妥当的放心啦。大小姐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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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水爷水爷，回归啊，加油啊！大家加油！回归，干杯！加油！干杯！大小姐，加油啊！大小姐，对，吹嘞，对，吹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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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嘞，吹嘞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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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姐，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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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棒糖摕来，棒棒糖。原来这就是恁大小姐的绝招哦！啊，我叫是外口啉的，酒啉落还完全走精。哎呦，大小姐，你卖搁啉么啦？你醉啊，搁啉就出代志啊啦！哎呀，唱歌我醉哦，我无醉，我冇醉。哇！今日要你好欢喜。好啊啦，卖你妈啦！我看吼，下暗这段我是可以扣着。酒钱啊，下一桌才清啊。行行行，来走。那也要走？何大卖走，卖走。大小姐根本就袂晓啉嘛，啊，搁讲啥物也啉八罐哦。我啉八罐啊，我是啉八罐啊，迄米露八罐。米露八罐，啊，你无规矩讲起白果啉八罐较好，啊，真正是予你装笑的呢。就是啊，大小姐啊，啊你袂晓啉，啊搁要甲人拼啥物酒啊？哇，真正是。用啊，当下哦，甲酒店交大小姐管理哦。我看真正是哦，免偌久就倒搭啦。啊，到时阵哦，伊可大胆的出去哦，一定四界宣传。啊，到时阵都足侪人要来找大小姐拼酒啊。然后呢，就一大堆酒销售无。啊，等当下回来哦，看到印尼的真正是对心肝，而且也无定着还阁吐血哦。姐妹。真美，真美，
啊，姑娘，啊，你哪会来啊？伊敲电话，我听伊的声音，我就知影啦。要酒醉啊！我哪有醉？是你醉啊！嗯，嘿，啊，徛唔徛吼？啊，头一直害害害！哎，我头壳哪有害？是你家己徛袂调啦，讲阮。啊，啊，你哪恁敢安尼啦？啊，煞唔知影，啊，为着要甲人客烧酒笑，啊，甲人拼酒呢，猜拳的呢？ 拼酒，恁敢唔知伊袂晓啉酒哦，佫会想佮人客拼酒？啊，阮哪会知影大小姐袂晓啉酒啊？嘿，啊，即摆好啊啦，啊，拼酒拼输啊，啊，酒是也无收着大小姐做甲干那呢？不过我醉啊，我无醉。咱来等好不好？啊，行，咱来等。我佮你出来。嗯，你哦，除了我爸。 这是我上爱啊，是我的男朋友。好啦，爱你哦。哦，我会爱你哈。行，咱来等好不好？行。哎呦，好啊，好啊啦！顾生啊，就拜托你哦，先甲阮大小姐带转去啦。啊，无伊较快，唔知佫讲出什么惊死人的爱的告白，啊，人家拢已经走了了啊，莫安尼啊啦，吼。行。啊。好啦。 我不要，我要替我把关酒店。啊，真的？再搞你呐！这里哦。以后，咱别再去休困了。想到一挂代志，困不起。 什么代志？敢袂当甲我讲？慧君这个会当平安倒转来，我虽然真欢喜啊，也没想到，伊是伫咱老家去互掠去的，无就感觉这慧君真危险，唔知啊，佫会发生什么意外无？慧君都已经平安倒来啊，警方嘛抓到人啊，我想应该袂佫发生什么代志啊。 我已经打电话给保全公司啊，叫人家加强联合护工的安全。你嘛赶快，出门要加随机，千万不要开车辆。我知影，你放心。玉红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代志让你真烦恼啊？ 其实哦，我是想到高文阳。高文阳，即个慧君会当平安倒转来，斗相共真多。除了慧君以外，进前你发生危险，若不是伊斗相共，我看嘛真歹渡过难关。但是，我只想到过去。 伊伤害到咱老家，伤害到你，伤害慧君，甚至想要开车甲我弄死，我都无法度原谅伊。所以我今麦心情真复杂，一方面真感谢伊，一方面也真怨恨伊。我嘛唔知要安怎面对伊。看起来，伊确实有想要好好弥补过去对咱大家造成的伤害。 其实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这种感觉真正足矛盾的，想要放下，啊，不过无法度，把过去遐无欢喜的代志放袂记，真怨恨，啊，不过佫想要感谢伊。所以，你感觉我应该安怎做才对？去见嘉宾好不好？ 该见面，该见面，我要讲啥？你会当把你对伊所谓怨恨、所谓不满，还佮所谓感激拢总讲出来，安尼你心内压力才真正有法度放下。你敢无路用？是毋是有路用？我毋知影。
啊，不过我知影，受训的予人找无真正的出路，万一予一个人失去原本的家己，到最后受伤上重的人绝对是家己。敢袂安尼？因为我就是安尼啊。过去我真正就万分高分呀，只要想到伊，我就是要甲伊杀死。也毋过前一阵啊，我去干嘛看伊，看到伊为着家己所犯的过错负责，看到伊诚心诚意向我忏悔，我才发现伊真正改变啊，伊已经毋是过去迄个自私的人。当时啊，想想诶，我阁真感谢伊诶。若毋是因为伊安尼伤害我，我哪可能这么幸福，会当拄着这个世间上上该爱我诶人？唉，别丢了，不得丢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其实命运就是安尼啊，这所谓姻缘，既然都躲不过，那呢，咱就直接去面对伊啊。就个所谓代志，拢总搞好清楚，安尼咱的心情才会当打开，未来的路嘛才会当继续搁行落去啊。凡哥，我先去外口等你啊！多谢你。老先生、老太太，慧君这摆安怎？应该无代志啦吼。慧君已经倒去厝诶啊，伊无代志。安尼就好，安尼真好。老先生，请问有甚物代志？讲实在，我真无愿意来看到你，因为我看到你，就想到你过去的所作所为，不管是对我、对慧君，也是对美川。我了解，我会当体会你的心情。我真怨恨你，因为你造成真侪人的痛苦。若是有机会，我希望这世人永远无要看到你。我嘛希望你永远拢关在家家内面，拢袂当出来。但是我今仔日煞来才给你说多谢，那是因为你我的查某囝，才会当倒在我的身躯边。所以我这声多谢，讲来真不甘愿。老先生，你真正免跟我说多谢，我会安尼做，是心甘情愿的。不过，康老讲，也是因为你，因才会平安无代志。所以我即摆面对你，我的心情真复杂。老先生，是的。你免甲我费事嘞。过去，我希望你赶紧去死。但是你救我亲人以后，我即摆希望你好好活落去。那阵讲我死，会当赎罪，我愿意安尼做。要无死，敢若是逃避尔。我希望我会当活嘞，加做一挂对社会有路用的代志。我想，
这才是真正的赎罪。希望你是真正安尼想啊，以后卖阁做出离合小开朗的代志啊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阁安尼做。不管安怎，你叫我查某囝，我还是给你碎多谢。多谢你。你真正袂甲我碎多谢，会当为慧君做淡薄仔代志，我嘛真欢喜。啊，对啦，我听郑员工。迄、那个主谋还袂抓到，经过这个代志，我判断迄个人本来就甲因老家熟识，而且嘛真了解老家。虽然这个伊甲慧君抓走，也毋过伊并无伤害慧君的意思。毋过要查出迄个人嘛真困难啊。要么迄个人还袂抓到，伊真有可能阁做出伤害老家的代志。这我知啦，我已经做真多安排。别给我出来，免得让出代志。之前我做出伤害恁两个人的代志，无甲恁拆散，我真替恁欢喜。过些代志莫阁讲啊！我卖听未存的苦讲，放下对你的怨恨。我知影。我无资格要求任何人原谅我，老先生，你愿意安尼做，已经是大恩大量，我真感激你，多谢你。我嘛是因为看你离开工作以后，真正有改变，我才愿意放下的。是啊，伫内面时间真侪，会当我安静落来，好好忏悔，反省我过去。到底做过完一些歹事的代志，做过完一些对不起慧君的代志，人总是得失去了啊，这才要躺点笑。对了，慧君已经有好对象了，这个人对真好，嘛真珍惜。慧君一定是一个真好查某囡仔，若无拄着我，伊的人生都袂变个安尼。伊确实值得搁较好的人照顾伊，珍惜伊。不管我伫个什么所在，我拢会祝福伊，希望伊当幸福快乐。一七三六，明慧时间到。好了，你家己好好保养，我先来走。老先生，多谢你愿意来看我，也多谢你愿意跟我讲遐多。慧君已经有好对象，这个人对真好，也真珍惜。慧君已经有新的感情了。慧君，一个出去的人是我，你即马大心大命，你无准到这个青梅做伙，去甲你爸回信的啊！文雅，免阁讲啊。行，人是去整理行李。慧君，行行。慧君，慧君，慧君，我是绝对无可能跟你放任不管。那不是讲好啊，要怎会面对所有的困难啊？是安怎，即马困难拄才开始尔，你都要放弃？咱是阿母，以后你要去叨位，我就对你去叨位。你免想要甲阮放散。我会甲你看好着，永远拢袂放手。马上给你，拜托你，带慧君回来，带伊回去，拜托。我不爱，我不爱啊！
我不能跟你走，我要来是不能去，我绝对不肯能去。慧君，你别安尼，你得回走啦。我不爱，我不爱。慧君对我这么好，一定为我设想，是我变把握，才会失去原本属于我的幸福。是依然想风雨的光，我竟然自己一人撑伞，悲观离合拢是我，悲观离合。高文雅，你是真戆。慧君，希望你会当得到真正的幸福。葱烧肉丸，我阿妈上厉害的私房菜，既然叫做私房菜，就是无遐尼凊彩煮的人吃的。阿姆哥我吃过啊，这个气味有吃就赞，我敢若用片哦，我头疼都好一半。哎，阿你拄只讲这是啥物丸啊？香葱烧肉丸。哦，哎，葱婆菜，啊，啥物时阵才才会当好啊？我巴肚就枵哎。物件来好食，需要时间豆豆去煮的，唔通赶紧啦。我看哦，你先去洗嘴洗脸啦。你出来了，我教你要哪做，是不是要替你哦转移注意力？对，先来洗嘴洗脸。要做香葱烧肉丸，上要紧的就是。还有两种调味料，第一种就是红葱酱两大汤匙，酱油一大汤匙，然后倒去肉里底，做一搅搅者，啊，所有酱料拢掺做伙啊。第二种调味料就是要煮肉丸的时阵才加入去，豆豆煮完的，我即马哪讲你哪做，来。哦，好好好。红葱酱两大汤匙。红葱酱。原味高汤100cc。白葡萄酒30cc， 先跟拉拉姐。哇，赞哦！赞！你要多少呀？香葱烧肉丸完成了。Yes， 就是这个味，真正是很香的。嗯，那是香菇做好吃的，吃看麦啊。开动。哇，真正是好吃的，吃到这哦，我整个人又给化过来啊。这就是美食的魅力。嗯，哎，想袂到这红葱酱也用处遐尔多，唔乃当做咸鱼啊，可以当做这香葱烧肉丸，啊，够遐尔好食。嗯，我伫想用红葱酱哦，应该阁用做其他的菜。嗯，我决定啊，我要开始研究开发各种红葱酱料理。嗯，那你跟我发动？我当然哦，
我还靠你几位总副司来跟我斗相共啊，对不？嗯。哎呀，我是也足歹命的。啊！你啉酒醉，我甲你抱倒转来，你巴肚枵煮物件，你吃，过去你开发新的料理，我们都是无用的。袂啊，这就代表讲哦，你是能者多劳啊。哎对哦，我的男朋友是一个足厉害、足赞的人。有啦，足厉害、足赞的啦。啊，你咧，你是啥物款的女朋友？我是一个乌康哦，甲你跳。啊，大刚和我烦恼的女朋友对唔？我哪？哪无？欸，你敢有想过啊？你一个查某囡仔去酒店饮酒啊？啊，饮酒醉了下场是安怎？还久，昨我接到你的电话时，我就听得出来啊。你要酒醉啊呢？啊，你敢知影偌烦恼、偌紧张啊？万一你若出啥物意外呢？啊，去往占到便宜吃亏，我是要来跟你爸交代啊。嗯，你莫生气啊。我知影，我无应该让你烦恼。哎呦，啊，唔过。酒店都有一挂奥客啊，迄点酒哦，拢歹付钱啊。我就想无补啊，啊才会想讲改拼酒。奥客歹付钱，唔得爱叫阿勇啊，啊佫好酒出名较对，哪会当叫你一个查某囡仔去呢？哎呦，啊唔管安怎讲，迄酒店哦是阮爸的嘛，伊暂时交我管理，我总是有迄个责任，爱想办法解决。问题是你啥物拢袂晓，你也毋知影盘烂，毋知影啉烧酒啊！啊，你是要怎处理哈？刚讲了，我目睭紧紧，看阮爸的酒店就安尼倒去。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要提醒你，要甲人去处理代志，毋是安尼啉酒硬转硬就好啊，爱用头脑的。嗯，啊，听你安尼讲，你袂输足有经验的。你之前是毋是常常进酒店？我承认，我之前常去酒店啉酒，无毋对啊。啊！你嘛是找一间酒店的朋友啊，就杰哥啊，你嘛看过啊？啊、哦，对对对对，真正我有听文琪讲过，杰哥之前是开酒店的。哎，啊哪安尼哦？哪安尼哦？啊，你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伊，要哪处理这代志才对？嗯。啊，不过在你想到之前，我已经替你想到啊。你在困的时阵，我拢替你请教好啊。哦，啊，杰哥安怎讲？伊讲伊含叫我跟你去酒店看卖，问题到底出在倒位？啊，回来了甲报告一下。伊做阵，敢若要哪解决啊？哦，好，有杰哥这军师哦，我就免惊讲拄着奥克啊。哼，哎，其实我知影你会啉酒，迄是因为你要甲恁爸的酒店顾好。啊，不过要怪，都爱怪迄个阿勇啊，好手啊，啊，佮迄洛卡伦啊，迄三个普通工根本无法度保护你啊，莫讲保护啦，连生理都无法度顾好。所以你即摆知影，我处境是偌困难的，啊！你毋着爱甲我斗相共者。我当然甲你斗相共啊！而且我会保护你，陪你共同去面对。阿姑，陪你解决所有问题。嗯。对，我即摆是酒店的头家，我是毋是应该爱小装者，啊，装到参像迄酒店的头家共款？啊、对对对，安尼才有头家办。沈小姐啊，多谢你捐钱予阮医药院啦。啊，这张是收据啦，啊，看需要拍一张啊感谢函无？美男院长，你收起来啦。我只不过想要安尼行行看看，今仔日总算有这个机会啊！陈小姐，以前在外面都听过阮医药院啊。这是因为二十几年前，我有一个查甫人傍身，一时想袂开，也无想要面对，所以我才从今仔。上来恁育幼院，沈爱玲小姐，院长，已经过去这尼啊侪年啊，我真正足想阮囝，你敢袂当甲我讲，伊即卖人伫个啥物所在？这，我只是想要补贴一点啊，我对伊的亏欠啊。
孙小姐，歹势呢，这个囡仔只六岁的时阵吼，都予这个家庭领养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那你今麦过了好无？因敢有甲你联络？伊过甲真好，啊，每一年的过年吼，伊嘛拢有寄卡片转来。啊，这个囡仔吼，足爱画图的，啊，图嘛画甲足水的哦。那你我会当请教你无？是倒一个家庭干你啊用的？歹势啦，因为当初是咧签约的时阵吼，囡仔的养母有特别交代啦，在这个契约书顶面有签一个字，就是讲以后若假使亲生的妈妈要来看囡仔，就一定要经过阮育幼院甲因联络。啊，因是毋是要予妈妈甲伊见面哦？因有这个权利决定。我照你的意思听起来，因根本就无要予我见这个囡仔，安尼是毋是算过残忍嘛？歹势啦，契约书就是安尼写。我是伊的亲生老母呢，安尼无合理啦。也毋过，即卖囡仔是变大人啊啦。伊如果若要找亲生的妈妈，会当去社会局的查资料，就会当去找到你啊。你是讲，这个囡仔根本都无想要找我？歹势啦，阮袂当甲领养的人甲你讲啦，但是阮会当甲伊联络。啊，领养的这个家庭，如果若愿意，予你要甲囡仔见面，阮会甲你通知。啊，好啦，那了，我就等你通知。太谢了。阿娘，我有传染病了，看到我就要走。哪有啦？拢是因为你，害我搁爱去烦恼当年的代志，去用压压出来。今仔日我捐遐尔济钱去幼儿园，伊若是唔肯甲我讲，即卖囡仔人伫啥物所在？你是咧整理卡在采购资料？是啊。哦，那呢，你都要认真整理，千万唔好当事长失望。我知影啦。虽然讲，嘛唔知是毋是你有靠山，啊，若无当初你发生遐尔大个代志。今年董事长阁愿意予你留伫个公司，啊嘛唔知是毋是恁妈甲董事长讲啥物话，今年董事长阁愿意予你一摆机会。我今年造成个错误，我会放伫心肝底，袂阁造成公司任何损失。爱谢啦，爱夸老师，我伫遮看资料，敢毋是解了着你？那呢，我是离开啦。真歹势啦，我唔是故意啦，啊！你敢会当含董事长同款，给我一摆机会？你哦，家己都爱较巧呀。你含你阿姊无共嘛，你只不过是人用的，讲一较歹听，你是人捡回来。我会当给我妈领养，是我运气好，而且我从来就唔怕尴尬，一定我是捡回来。
当初是伊抢走人红菜，天公伯才甲救场，予伊生袂出后生啊，伊才抱你倒来饲的。艾克老师，请你讲话放较尊重的。安怎？对付这种狐狸精、这种第三者，我敢有需要尊重伊？我嘛有讲过，伊叫我当处理的时阵，根本就唔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。这是伊的借口。伊唔通靠说讲伊是千金女将，伊对汉娘袂见笑，破坏别人的家庭。艾克老师，你即马讲的每一句话，我看出来，你这个人的人格是糟糕恶极的。你是在讲啥？你若是对董事长娶别人这么不满，而且这间公司，阁是你这么讨厌的查某人，因爸爸所创办的，那你是安怎要回来？阁要求董事长给你立牌吃头路？一方面我恨阮妈，讲伊的歹话；一方面去惊伊的薪水过生活。你安尼敢会人格分裂啊？还是讲你是为着家己的好处？你会当把尊严甲民主等伫个涂骹，互人白打？你这个白见笑的查某人！你，你听我安尼批评你，你心情你真歹哦。所以请你莫阁批评我妈。我妈是一个真值得人尊重的人。讲了嘛唔对。阮妈是千金小姐，伊高贵是高贵伫伊个人格。我想当初董事长一定是看到这点，才选择伊。像伊这种人，干那捡人的好处，董事长就生气，你嘛是伊捡转啊。沈爱玲，你即马在讲啥？阿明是我正常领养的，唔是啥物捡转来囡仔。安尼讲有啥物差别？连我的囡仔你也敢欺负？当伊有遐尼啊一靠山，我哪敢欺负伊？你就这歹，你莫了阵讲我唔知啊！徐多多讲遐尼侪袂见笑话，伊讲啥物我袂见笑，我人格分裂，我唔敢出手拍伊。阿克老师啊，我敢要甲你拄只讲的歹话，搁讲一遍。我哪有讲你妈的歹话啊？是你头壳无清楚，还是你记唔住？你凭啥物拍我？你拍我的囝，阁要替伊出一口气？好啦，妈，这是底线。我唔是一个无讲道理的人，你若会当提出证明讲你无拍阮囝，我替你拍倒转去。沈爱玲，你三番两次找阮囝的麻烦，我都无甲你去泰山讲，我见过你，莫阁我看到一届，莫阁来挑战我对你的耐性。今嘛伫泰山，已经因为采购的代志，对我已经足不满了，我不能阁予伊去甲李泰山讲坏歹话。是的，你这马已经出去啊！阿斌，你有安怎吗？我不要紧啊。可能我拄则讲话也是过超过，急杂滴。妈知影啦，你是因为我予妈好欺负，你才甲因。若无照你的个性，你早就先离开，袂去插伊啊。若毋是有拄则超过甲我咖啡差不多，我嘛袂留伫遮，惊伊讲这样惹人受气的话。伊阁超过伊甲你的咖啡差不多。这是沈爱玲，你到底有啥问题哈？阿兰妈，
已经无代志啊，你咖啡搁要着我。沈爱玲，你若知影阿明其实是你亲生的后生，你这嘴皮敢信得落去？还阁真快，等者火警落来的时阵，着烧火火的饮料会当啉啊，一定足温暖的。来落雨啦，等者饮料若是冷起就唔好啊。慧君，辛苦啊！这届活动办得真成功哦。啊，不过头拄只我有听经理讲，这届人客真多，楼卡的停车场敢那无够，所以后届办活动的时阵，这点要考虑好。啊，若无参照即马，足侪人要离开，啊，不过外面在落雨，所以即马在落雨。是啊，所以经理即马在准备爱心伞，让人客去看车的时阵哦，卖去淋着雨。俊贤讲要来等我，唔知伊敢会淋着雨，应该找一个所在避雨，还是已经约着我甲你开会，袂阁继续等落去。慧君应该还阁伫咧开会吧？我是毋是爱找一个所在避雨？要唔过若是安尼，等一下伊出来就看袂着我。是啊，停车位无够，往往是办活动，常常有人偷听的问题。嗯。哎，小姐，你想啥？无啊，拄则讲的迄个问题，我会较注意。